我是巧虎，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。开始前，请先和巧虎做几个约定哦。拿 DVD 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弄坏它哦。看电视的时候，不要离电视太近。不要在太暗的地方看电视。看完一遍后，要记得让眼睛休息一下。好，节目开始喽！今天有一个奇妙的旅程，天一亮就要出发。新的伙伴，分享快乐的冒险，快快坐上带云翅的翅膀，去蓝天上翱翔。让我们一起越过高山和海洋，再多的是智慧，智慧的衣裳，充满了力量，寻找着神秘的城堡。让我们一起飞过白天和夜晚，遇上了困难要勇敢。萤火虫燃烧，燃烧着梦想，指引了方向，伴我们迎接明天的希望。迎接明天的希望。大千世界，环保总动员。Reduce 意思是减少垃圾，想一想怎么样才可以减少垃圾。想到了，买东西时如果带上自己的购物袋，塑料袋就不会变成垃圾了。我的名字是 Reuse， 意思是重复使用，使用过一次的东西还可以再次使用。比如说装洗发水的瓶子。我的名字是 Recycle， 意思是循环再利用，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可以重新制造成新的东西。装饮料或牛奶的纸盒子用完之后就是这样回收起来的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回收起来的盒子会变成什么？什么？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些盒子会变成什么东西。啊，有好多回收的纸盒子啊。这里是工厂，回收的纸盒子最终会运送到这里来。黏糊糊的会变成什么东西啊？看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？哇，回收的纸盒变成了新的纸张。是啊，除了能用来制造笔记本等各种各样的纸张，还可以做成卫生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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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！环保老爷爷，听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减少垃圾并不是保护地球的唯一方法。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。减少垃圾虽然重要，但是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小朋友想一想下面的三种情况，哪些是在浪费资源呢？一，上厕所的时候扯许多卫生纸。
二，不看电视的时候电视机也开着。三，刷牙的时候水龙头一直开着。对了，三种情况都是不对的，不要浪费，这些都是小朋友可以做到的事情。 Reduce Recycle， 大家一起来保护地球。我的名字是 Reduce， 意思是减少垃圾。我的名字是 Reuse，意思是重复使用。我的名字是 recycle， 意思是循环再利用。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小，团结起来就力量大，大家一起来保护地球。哦，小朋友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东西，下面我们就开始环保智力问答吧。首先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用过的玻璃瓶。玻璃瓶回收以后可以做成什么呢？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想想吧。一，笔记本；二，玻璃花瓶；三，玻璃马赛克。到底是什么呢？想想。对了，可以做成玻璃花瓶和玻璃马赛克。第二题，铁质的易拉罐回收后可以用来做成什么呢？一，铅笔；二，铁轨；三，新的易拉罐。想一想，可以做成什么呢？原来是铁轨和新的易拉罐啊。最后一题，用过的塑料瓶、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回收以后可以做成什么呢？一，汽油；二，塑料尺；三，镜子。想一想，可以做成什么呢？是汽油和塑料尺。你答对了吗？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地球小卫士吧。趣味识字，水里加上蜂蜜真甜呐。无论平地与山间，无限风光尽被占，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小虎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小蜜蜂啊。啊，小蜜蜂，就是你酿造了蜂蜜呀、啊！是啊，我带你去我们工作的地方看看吧。不管在平地还是山间，只要是鲜花盛开的地方，你都会看到蜜蜂的身影。大家每天都很努力的工作，把采集来的花蜜、花粉酿成蜂蜜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小蜜蜂，谢谢你们，有了你们的辛勤劳动，大家才能吃到这么甜美香醇的蜂蜜。嘿嘿。不论平地与山间，无限风光尽被占，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学 Go Go Go， 体验小学面试。小朋友，小学面试马上要开始了，面试的时候老师会问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呢？我叫陈小明，今年七岁，我喜欢唱歌，还喜欢背唐诗。嗯，很好。你家里有几个人呢？我家里有三个人，爸爸妈妈和我。爸爸是警察，妈妈是医生。哇，小明做得真棒！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。小明小朋友，你能背一首唐诗给老师听吗？好的，静夜思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
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，背得很好。平时你和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东西吗？去的。嗯，如果你和妈妈逛超市的时候发现找不到妈妈了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嗯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你也想一想吧。我会在原地等妈妈，如果过了很久妈妈还不回来的话，我就会去找超市里的售货员阿姨帮忙。嗯，很好，小明做的真棒啊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下面由我来当老师，看看你们的表现吧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很好，嘿嘿。第二，请你背一首唐诗给老师听吧。第三，十个苹果吃了四个，还剩下几个呢？第四个问题，你要好好想一想哦。如果放学很久了，爸爸妈妈还没来接你，你该怎么做呢？好，嘿嘿，非常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做的可真棒啊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面试的时候老师会问很多问题，你想不想回答的又好又快呢？那就先在家一起练习一下吧。故事森林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哎，这不是保龄球吗？可以让我和你一起玩吗？可以呀、啊啊、好像很有趣呢，我也想玩玩看。有了，不如我们多做几个，把这里变成保龄球场吧。那样大家就能一起玩了。好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真好玩。这样乱摆不好哦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我不干了，我还是去玩过家家好了。虽然巧虎一个人很努力，可瓶子实在是太多了，任务非常艰巨。因为没有人来帮忙，渐渐的巧虎觉得累了。我真不该和大家说什么你们都别干了的话，光靠一个人果然不行啊。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时候，小伙伴们一直在边上看着，大家看着看着，都渐渐明白该怎么做了，也都想要去帮忙。我擅长画画，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给我吧。谢谢你，玲玲。我来帮忙把串珠放进瓶子里吧。
那个，我该帮忙做些什么呢？巧虎，你说吧。我之前一个人做，真是好辛苦呢。果然，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。刚才对你们发火了，真对不起。大家的保龄球场，果然还是要大家一起做才行哦。说得对。那么大家一起加油吧。画得真好啊，谢谢夸奖。串珠放到这条线的位置就够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嘿，你说把积木放在这里怎么样啊？好啊。多比，你摆瓶子的本领真大呀。用这个来装球吧。遇到什么困难，就大家一起商量解决。有什么不够的材料，就向老师借。大家齐心协力，打造保龄球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！成了大伙儿精心打造的保龄球场，还引来了许多小客人。得再做些入场券才行呢。哎，就由我来帮助客人们排队吧。这时，熊老师也来了，看上去很有趣儿呢。大家动手，齐心协力打造保龄球场，真是了不起呀！受到老师的夸奖，大伙儿都笑了。大家都很努力，真是太好了。早上好，小狗。早上好，长颈鹿。哇，你长得可真高啊，我要抬起头才能看到你啊。呵呵，是呀。Tall，I am tall。Short，I am short。小企鹅，来陪爷爷聊聊天吧。哎，企鹅爷爷，您的眉毛可真长啊。那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嘛。Old， I am old。 Young， I am young。嗨，现在我们来比一比老和少吧。好啊。Old， I am old。 Young， I am young。 Old，I am old。 Young， I am young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比比高和矮吧。嗯，好。来。Tall， I am tall。 Short， I am short。Tall， I am tall。 Short， I am short。 娇娇啊，这一次单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？嗯，我当然学会了。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连线游戏好不好？爷爷，那是什么游戏呀？小朋友们睁大眼睛认真地瞧一瞧哦。Tall，
short. I am short. Old. Oh, I am old. Young. I am young.我们跟他们一起学拼音吧。一，一，像一根枝呀，一，一，像一根枝呀，一，一，一。大一和小一直接念一，一，一，衣服的一，大一和小一。学会了拼音乐园，拼音歌。我总是背着我的壳慢慢地四处旅行。很奇怪哦，我吃下什么颜色的东西，拉出来的便便
就是什么颜色呢？嘿嘿，真不好意思。看，我的壳上一圈一圈的，是在告诉大家我的年龄呢。圈越多，我的年纪就越大。我没有躲在壳里，但是你很难发现我。怎么样，找找看吧。我来找找看。